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由于这部影片是帮别人做代工，所以我们这次没有感谢文。关于《虚无世界二》这个系列，汪现在比较偏重于《乐土二》的影片制作，所以还不会在我的 YouTube 频道进行连载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订阅冷媒的频道，关注《虚无世界二》的最新动态。当然，也别忘了订阅汪哟。《乐土二》第二集预计会在两三天后制作完毕，请大家好好期待吧。那喜欢这部开头动画的朋友们，虽然不会列入感谢文的抽奖名单中，依然可以在 YouTube 影片正下方的说明点选 Facebook 文章分享快捷键，将汪汪影片分享出去，给予汪汪更多的支持与鼓励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我拍了三只小猪，它们可爱吗？它们在一只玩水，一直在看一只玩水，然后另外一只已经走出我的画面。怎么开摩托车哦？啊！汪汪是屁屁，汪汪是屁屁，汪汪屁屁，汪汪屁屁，汪汪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故意等到你剪辑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这句话。